好，来来来，现在换这个，换这个，换这个。定哥提供的，哎，皮套，听说这个皮套可以，哇塞，阻隔电阻隔电，有差吗？现在没有，并没有来电，所以他的状态是在。 现在没有来电，是在一百一百以下，一两百，可以用我们打。一两百，先不要打，先不要打。好，那现在皮套关掉。给它关起来喽。好，关起来。看有没有阻绝电，变两千。因为没有来电，所以不知道啊。没有啊。所以还是要来电。但有，可是还是待机。但机状态一样。有下降哎。对啦，有降了。降，可是一样是在一百一百这样在跑。对啦，很低啦，至少一百是一。所以这皮套有用的啦。要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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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，盖起来，也差不多。然后我们常常就会说，有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测它是不是真的有防护？它现在在现在它有这种状态之下，在现在是在8000、9000、4000、2000在很高，对，可是对，所以我是说，我们还是要多少？如果没有盖这外部的话。 因为他现在是有LINE的状态哦，有LINE，有LINE哦，不要弄掉。没有，他现在先不弄掉看看。对，好，现在有LINE状态，5万。哎呦，哇塞，看这波冲刺青啊！哎呦，这波，哦，摔了摔了，哦，摔了摔了，哎呀，我摔倒要该怎么赔？你看，你看张成这样，这样对吧？哎，白弄了，白弄了。连张银刀都喝哑人，然后来查这机器啊。 事实上，我们是建议大家说，尽量不要用LINE打电话。所以虽然有的会告诉你说，LINE没有电磁波，其实那一次我们有开了一个记者会，就是 NCC 自己员工说，LINE 没有电磁波，其实任何产品都有电磁波，不能够说没有。而且低而已啦，强与弱。而且整个事情量点是这块布好强大哦。对啊，能够5万变4000，差了10倍。那我可以加入你的下线了。哎，我们没有卖，你要自己去找。你要怎么去找？今天你就捡一块给他，这一块不能捡，这块这么漂亮，你自己上网去找。你两家在拍到底，你还去得了？你买了呢？还有什么？